是什么佛前，首先要领。老爸说今天我们坝下这秋天，然后要撒秧了，马上就要撒秧了，大山里天气特别热。啊！好玩这个。 这是得钓，这是刚刚我跟一个婶婶拉的，你们看这么多了，啊，这个只要一半天的话，这个鱼就会飘出来的，特别好拉，拉了这么多，拿回家。哎呀，这是得钓噻！晚上我们油炸啊，油炸一个一个的吃，你们有没有这种吃过的？大山里。